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，再等他一会儿。跟台湾来人接头的是李维孔。 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。张强，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，虎子，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。是。记住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开枪，必须抓活的，明白吗？行动。 青龙先生，地下先遣军参谋长李维孔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。李维孔，李参谋长，你好。你好。虎子，到。包大嫂。是。 虎子，虎子，你没事吧？大嫂，我没事，快救治李维孔。那你自己小心。
郑强，马上把他押回司令部。那你呢？我去找大嫂和虎子他们。 这天都亮了，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傅司令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狗熊，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？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！什么出事儿？我不爱听。这人没回来，你拿我出什么气啊？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？哼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拉倒拉倒，我不陪你了。 人家熬了一宿，你还唬着脸责怪人家，你给谁看呢你？把抓获的蒋匪特务带上来，坐。是。 青龙，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。他问你什么，你必须如实回答，明白吗？是。青龙，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我就不要听了。咱们开门见山，专捡干货捞。你就回答我，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？ 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？回司令长官的话，我此次到这里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，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、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，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。委员长，蒋介石。 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，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，而且是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蒋介石这个老贼，真是亡我心生红色政权之心不死啊！这很正常。列宁同志就说过，当一个阶级被推翻时，他不会甘心的被钉在棺材里。 埋在地底下，他还会散发着臭气。我们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，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会倒。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那么，我们就用革命的铁扫帚，把那些反动阶级。
残渣余孽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请司令员给我们侦察队下达最艰巨的任务吧。任务好下，但怎么完成才是关键。白子，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百战百胜。你现在面前的对手不同以往了，他们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土匪兵痞，而是受过美国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所谓的游击专家，再加上他们又配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，他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啊。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只有重视对手，做到知己知彼，才能战而胜之。是。何云，在，这离咱们去的石门关还有多远？大概有十几里。我的妈呀，还有十几里呢！十几里怎么了？我脚疼，走不动了。吕国，如果你想活命，就是腿跑折了，爬也得跟我爬过去。孩子，楚大嫂干什么呢？今天怎么没看见他呀？何儿啊，歇会儿吧。娘，我不累。都绣了一天了，能不累呀？啊，这刺绣啊是慢工出细活，我是啊，怕把你的眼睛累坏了。娘，我还年轻，没事儿。年轻年轻的，你啥时候能成个家呀？不急。哎呀，这些时间光顾忙工作了，也没去看看夏娘和小何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和汪兰抽个空去看看孩子和老人家。哎，你小子陪同我一起去啊。我啊？对呀，你。不是这。怎么着呀？啊，白子，我看望的是你亲娘。哎，我这个司令员陪同你，不会委屈你吧？废话少说，你小子一定得陪我去。是。谢谢司令员。白子，快走两步啊！哎呀，我可是想我们家小何喽。哎呀，白白想小何喽。来，那白白亲一下。嗯，哎呀，他扎的。来，阿姨这啊，阿姨棒。哎呀，哎，小何，哎，你看，阿姨给你带什么了？喜欢吗？喜欢。那阿姨给你穿上好不好？好。真乖。哎，老嫂子。哎。今天呢，咱们谁也别客气啊，我们就在这吃了，菜金粮票照付。嗨，啥菜金粮票的呀？啊，我这就给你坐下。哎，好。哎，白子。到。你也别闲着呀，去帮厨去。有我呢，用不着他。不行，没见是咱家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吗？
我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。何玉，在架设电台，跟台湾的老头子联系。是。 台湾出来了，马上给台湾汇报，请示老头子，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，我们怎么办？是。孙参谋，怎么回事？ 马上破译。是。报告总司令，国防部急电。你，为了保存实力，经请示总裁的批准，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，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，待日后重振旗鼓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切切，国防部。 熊孝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，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。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。没错，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，将他们就地围歼，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。孩子，我分析了一下，要走石门关，必走剑齿山。 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，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，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，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。这样，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，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。坚决完成任务。司令员，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。你？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我为什么要算了？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。我不怕死。我也没说你怕死啊。哎，这样吧，要不你跟着我，带着大部队一起上。不，我就要和柏子、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。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，我不能离开他们。 我是没意见啊，柏子，你决定吧。司令员，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？臭小子，我让你决定，你就决定呗。柏子，你说，你要不要我？我当然要你。这就对了。怎么对了？我楚玉和。 没看错你，造孽，造孽呀！我们老百姓啊，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。和儿啊，娘支持你，跟柏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。 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，你就别回来。娘，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
娘，这个您先替我保管，等我们胜利归来，我再接着绣。好。娘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走吧，走吧啊！我和小何呀，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天亮。天亮？天亮之后，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。两军交战，枪林弹雨，流血牺牲在所难免。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。别说了，你别再说了。不，我要说。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，更不怕流血牺牲，但我怕的是。你怕什么？我们的后代，后代的后代，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，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可到那个时候，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？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。不会的，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剑齿山，何云，在。命令弟兄们，快马加鞭冲过去。总司令，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歇歇脚再走？不行。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，剑齿山三分险，不过剑齿山，就在鬼门关。要想活命，就是被打断了腿，爬，也要爬过去。走。
弟兄们，全速前进！准备战斗。冲开解放军的口子，给我杀出去！是。都给我杀！给我狠狠打！有锅。咱们赶紧上马。上马？上马干什么？难道你让我们也去冲锋陷阵？狗屁冲锋陷阵，让何宇他们挡着，咱们开溜。咱们开溜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废话少说，走。交给你们了，坚决完成任务。是。
熊啸天罗六窟，我楚玉和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。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，可见面了，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我知道，让你们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，肯定是徒劳。 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。好，上，上，漂亮。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都要阳光灿烂的活着。啊！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？ 哎。
我喜欢看你笑，你的笑漂亮极了。何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抛绣球。抛绣球，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。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你，给你。何儿。楚玉和从此终身未嫁，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，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，参与国家大事的理政。一个传奇，一段佳话，一个故事，毛泽东主席义士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。